哎呀，你们在小杨家买了那么多手机，3000多的预算，千万不要买什么12 Pro 和13 Pro 了，花这么多钱买一个老款的旗舰，太吃亏了哈。今天给你们看一下在小杨家能拿到的一个大屏旗舰，就是这个 iPhone 14 Plus 哈，6.7寸大屏，显示效果的话也是十分震撼的。A15 芯片加上6GB 的一个运行内存，性能仅次于14 Pro 系列，但是也是比所有的安卓旗舰都要强的。而且它跟13 Pro Max 同款的主摄，成像效果自然不必我多说哈。像小杨家的这样的一个14 Plus 充电个位数，电池效率全部都是100%的，都是清一色新机一样的成色。128G 98芯在小杨家的话3799就能入手，全新机的话也就贵了200-300，但是无锁的12 Pro 在小杨家的话还要3499，13 Pro 的话还要4899。12 Pro 和13 Pro 都是老款旗舰，成色电池都会相对要差一些，大部分的二手机的电池都是在85%到90%之间，3000多的预算，小杨更推荐成色电池都是100的14 Plus。